那我是跟客户谈事来了，我又不是玩来了。你行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不来找我，就等着我给你后门别棍儿。行行行，那你跟你经理聊两句。行。嗯，对。来来来。哎，刚哥。哥，你跟刚哥这么好，你咋不早说呢？我都没见过你。你还见过我？你一年能见过他几次？对对对，哥，那啥，咱借一步说话。行，那你等我会儿。其实这点小事你也不提前说，整得我差事儿了。我也寻思小事呢，这事儿我要直接跟他说，我成啥了？要饭的。是是。但我没想到啊，你今儿嘴张这么大。哎呀，我的问题。今儿这事儿，我不跟他说。哎呀，那就好，谢谢哥。他这常年不过来，你这个当店长的能干这么长时间，肯定有你的原因。嗯。我虽然不跟他说啊，但。我给你提个醒，你别给我兄弟整出点啥事儿了啊！是是是，那不能，哥，以后不管是你来还是你朋友来，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就行。我差这点啊？哎呀，那不能，我有点心意嘛，算我的，走我这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哎，来哥，慢点啊，我送你。没事。走吧。哎，怎么样了？他还问你要钱吗？要了，你现在欠我10000。啊！你骗人！你不是跟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哥关系很好吗？他还敢问你要啊？那也是因为我面子值了10000，对不对？那我可还不起。你还知道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以后要再来这种乱的地方兼职，我给你喵腿绑上，你信不信？知道啦。我给你那手表，你戴了吗？我出门戴个女表像话吗？那是中信风的。那我也不是中性人呀。什么呀？把这个戴上。你看看啥？不是，你觉得这跟我风格搭吗？那往上捋一捋不就看不见了？那一会儿血都不流通，手都紫了，灭霸小子手啊！来给你打个响指。我戴上了。好，我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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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这戴着多好看呀！